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今天呢，要给大家展示如何在 BitXMe 上进行双因子认证，也就是安全密码验证，以及我们的实名认证。那这两个认证呢，是可以帮助我们更安全的在 BitXMe 上进行注册和交易。虽然开立账户并只使用密码进行交易，但是您必须要启用双因子身份验证才能进行取款。我们现在点击我们的个人中心，然后我们到了我们的个人信息这一个。首先我们要进行双因子认证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有个谷歌验证器，我们点击链接。如果您还没有进行注册的话，或者下载的话，第一个呢，我们可以直接用我们的 APP 进行搜索，苹果以及谷歌商店，还有安卓机，您都可以选择您的商店进行搜索。第二种方法呢，是可以扫描这一个，然后输入这个地址，然后就可以进行搜索。然后我们会来到这么一个页面，可以看到它会有一个六位数的代码。当我们接收到这个代码之后，我们要完成下列的信息填写，一个是我们的密码，还有一个是我们的谷歌验证代码，也就是六位数的代码，然后点击链接就可以了。当我们操作完谷歌验证之后，我们进行我们的手机号码验证，点击连接，然后它会出现国家，选择我们自己的国家地区。中国 China， 然后输入我们的手机号码以及我们手机收到的验证信息，然后点击链接就可以进行链接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进行我们的实名认证。实名认证，点击这里进行实名认证，选择我们的国家地区。然后确认，进行下一步。这是我们的一个基础信息填写，输入我们的实名以及我们的身份证号码信息，点击进行下一步，然后进行一个图片的加载。我们要设置我们自己的图片，然后确认就完成了，也是非常的简单。好，这就是今天的主要内容，在 BitXMe 上进行实名认证以及双因子认证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。